爸快要过生日了，没有买礼物，所以我赶紧给他做一个蛋糕。如果接下去的步骤不够详细，大家还可以参考这个视频。推荐大家把巧克力切得更碎一些，这样子等会儿更好融化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发奶油，因为之后要放巧克力，所以这里千万不要放任何的糖。把巧克力奶油挤上去会平整一些，当然直接抹的话也是可以。